公司正在研发白色 LED， 好好干，诺贝尔奖属于你。公司正在研发白色 LED， 好好干，诺贝尔奖属于你。您真的打算把诺贝尔奖同时授予他们两个吗？当然不是，我打算把诺贝尔奖给蓝色 LED。您可真狡猾。不用嘲笑我，你一只零欧姆的电阻，没有组织却能在电阻中混到现在，难怪是能拿奥斯卡奖。